为应对秋冬季流感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风险，武汉对62家定点医院发热门诊进行了改造，并下发关于严格发热门诊接诊管理的通知，加强发热病人闭环管理。记者1月8日走进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看到改造后的发热门诊严格按照三区两通道设计，患者挂号、检查、取药、留观、诊断、治疗等可在此一站式完成。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完成一个封闭化的一个管理，患者就进到我发热门诊之后呢，他就是所有的检查，包括一些患者端的一些取样，我们都是在这里面完成的，流程一个简化，它有一个自助的那个完成，不需要患者不要到处跑，以后医务人员的这个接触也要少一些。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发热门诊是一栋独立的三层建筑。2020年8月，该院将原发热门诊拆除，在原址上新建了这栋标准发热门诊楼，并于当年10月投入使用。记者看到，该门诊楼设置有预检分诊台、挂号收费窗口、药房、采样间、诊室、输液室、留观室等，并且配备了 CT 室和急诊抢救室。我们发热门诊配备了一个比较小型的急救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配备了有创和无创的呼吸机、高流量湿化仪，还有心肺复苏仪、除颤仪等。我们还配备了一个专门用于这种疑似或者确诊病人转运的一个负压转运舱。利用这个装置呢，可以让患者避免与外界接触。CT 室我们也配备了一个比较高端的仪器，这样的话让患者在发热门诊就诊的时候不会因为外出 CT 造成了感染的发生。在发热门诊做完血常规和 CT 检查后，患者胡先生坐在2楼候诊区静待结果。胡先生告诉记者，来之前还有些担心，进来后感觉很放心。我觉得这改造以后那就方便多了，因为一个人比较少，没有聚集的情况嘛，二一个这个都比较清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发热门诊主任戴凯告诉记者，如今市民防范意识增强了，感冒发热病人较往年少了许多。今年1月份以来，该院发热门诊每天接诊量在20人左右。我想说的话是，我们这个发热门诊从10月份正式开放以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例核酸阳性的病人，所以现在说武汉还是比较安全的，没有危险。告诉武汉市民的是，如果您发烧的话，首先要通知社区的人员，社区有专程来接送到我们发热门诊来及时的来就诊和排查。据悉，除在62家医院设置发热门诊外，武汉还在20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新增设了发热诊室。如果有发热患者，社区医生需登记其信息，然后由社区干部陪同患者至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就医。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和社区医院发热诊室共同形成发热患者12分钟医疗圈，方便市民就近就医。